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伦。那么接下来玩的是最后的克劳迪亚。那么今天要来玩的是日版啦。那目前呢，他出了染黄的第三位，也就是最后一位。那他名字叫 Neru。那前面两个呢，我没有抽，但是第一个染黄呢，我有中啦，就是主要是免费抽的那个我有中。那后面有一个红发长发的那个我没有抽，所以也不知道要不要抽过后。那这次主要要抽 Neru 啦，因为他的 UR 我很喜欢，圣灵召唤，圣灵召唤。那他这个圣灵召唤呢，是以前他一开始出的那几个角色，就是他的模板，然后出的那个圣物啦，所以我还蛮想要的。第一个实抽，哦，三个了。哇，怎么没有转红？哭啊！哈哈，不是吧？第一个是抽爆石，那第二个是抽，然后这次的 Neru 也是在我的目标之一啦，就是主要是还挺好看的，而且我一开始以为他是男的，但是听声优他是女的，声音是女的，但是也不能说他是女的啦，我也不知道。第二个是抽。主要是他的声音是女的，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女的吧。前面两个的第一个三皇呢是那个男的，然后他长得很像主角，我一开始以为他是主角，但是后来发现好像不是，名字不一样。那其实还挺帅的，免费抽中他的，但是他的 UR 我是没有抽中啊。第三个是抽的。那跟之前的那个繁种版差不多啦，就是我抽 UR 基本上是比较比较飞的那一种啦，就是我主要是抽角色还行，只是 UR 的话就真的完全不大行。所以看这次有没有机会能够中。这次呢，保守估量应该有一个100抽吧，因为我现在目前暂时只能90抽，但是如果没有抽到的话，我可能会补100抽了，看能不能中这个圣灵召唤，我是超级想要。第四个10抽，至于 Neru 呢，看那个运气吧，看缘分吧。角色我是比较没有这么怕的啦，我是比较怕没有抽到 UR 吧的。哦，是进修欸，一个两个三个有，哦，是角色的特效耶。哦，这样这个应该是 Neru 啊，信心十足，等一下歪的时候就酷了。第一个就是了耶，哦，是 Neru。 其实好像也没有这么兴奋，但是这个角色挺帅的，他的造型我倒是很喜欢，但是我比较想要引灵召唤了。好，那继续抽吧。第50抽，第50抽，看能不能中引灵召唤啦。那前面的那个红色长发的那个角色呢，我就不抽了，主要是我是看兴趣的啦。三皇其实我没有很在意，这次的第三个三皇我会抽，主要是因为他的圣物了。哇，第五个石头爆死了。好，那第六个石抽，第六个石抽，目前是那时候更新的那个钢之炼金术师，那时候我才开始玩的。所以呢，等下一个合作活动也不知道到什么时候了，所以现在呢，有我有兴趣的那个圣物我就抽一下了。第六个石抽。至于如果有更新一些别的新的角色，也是看他的颜值，看颜值再抽了。哦，有一个红色，哇，哇。这 Neru 怎么又来了？我刚才说我抽角色抽的还好，结果他就给我连中了 Neru，
也不是连中啦，隔一个石抽，第七个石抽，拜托给我英灵召唤，那个我是真的是超级想要的，一个，哇，只有一个，完蛋，脆了，脆了，没了。不是吧，我现在目前呢抽到的这个红色的球球呢只有两个，而且这两个都是 Neru， 然后还没有中其他的圣物，因为我这个是心脏，其实中那个新的圣物的几率其实挺高的，就是很多 SSR 我都没有，所以呢为啥一个 SSR 都不歪给我呢？第八个石头，哇，三个，我还没有，哭啊，哭啊，哈哈，哎呦，我这次好惨哦，感觉八个石抽只有两个红色的球，然后这两个红色的球还是这个 Neru， 虽然没有歪，但是连歪的机会都没有给我，我要圣物啊，第九十抽，也是最后十抽了。哇，有吗？黄色哎，拜托，一个，两个，哇哦，还好还好没有，还没有脆，哦是圣物，拜托给我一点绿光，这个绿光是那个球发出来的，如果有绿光的话就是中这个英灵召唤啊，是还行啊，是歪了其他生物了，还行了，那有机会再抽吧，那这次就抽到这里啦，90抽目前只有三个红色，然后两个是角色，一个是 SSR 的生物，那好啦，感谢你们收看到最后啦，记得点赞订阅跟分享，对，我是 B 站的话点个三连关注我，如果你是 FB 的话拜托帮我的专业点个赞啦，那么我们下一部影片再见咯，拜拜拜拜。